接下来大家给你们介绍另外一个对象呢，就是 runtime， 那运行时对象。这个 runtime 对象呢，注意往这看，每个 Java 应用程序啊都有一个 runtime 类的实例啊，使应用程序能够与其运行的环境相连接。大家都知道，任何一个程序运行的话，是不是依赖一个系统啊？是的，由比如 Windows 这个系统而言，它会给你分配进程、分配地址、空间，是这样吧？哎，是这样的，并怎么样啊？让你去调用了 Windows 里边所使的一部分资源。那么这个实例呢，我们毫无疑问需要你创建吗？啊，不需要你创建，你也创建不了，因为你一产生以后呢，它得帮你创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实例怎么获取呢？可以通过 getTime 方法。那 getTime 方法呢，来获取当前的运行时啊。应用程序是不能创建自己的 runtime 的实例的，明白了吧？这创建不了。接下来呢，有趣的事就发生了。那么当我们去查阅这个 runtime 类的这个API 文档的时候，就发现它有一个方法摘要，有没有？一看到方法摘要就发现它没有构造方法摘要，对不对？大家，对，我跟你讲，记住了，没有构造方法摘要的都意味着这个类不能创建对象。为啥呀？因为构造函数被私有化了，听懂了吧？这是第一个信息。第二个是，如果一个类里边没有构造方法，那么我们直观的想法是这个类里边方法都是静态的，这懂吗？对，这是第二个信息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个动作在我们的 system 类里边已经做了验证了，可到了 runtime 没行。为啥呢？看到了吗？这是非静态的。哎，你不给我提供构造对象的方式，你居然敢跟我提供非静态方法，你要怎么用？啊！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想到第三点，那就是如果一个类没有提供构造函数，而这类又具备了一般非静态方法，那么这个类100%至少有一个方法是静态的，并返回本类对象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用废话了，啥单例呗，是这意思吧？那不就单例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苏老师，那万一我有两方法能返回本类对象呢？是这样吧？那就不单例了嘛，是这样吧？因为你返回的是不同的内部创建对象嘛，对吧？你可以理解为叫怎么样啊？叫多例，行吧？好了，大家不用再废话了，来看一下方法。是的，找了一个静态的返回本类对象，是不是这个方法呀？哎，该的 runtime 是这么回事。那么大家不用再啰嗦，首先就是什么呀？ runtime 对象，大家注意，学习对象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了解单例实体模式在该类中的体现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没有构造方法摘要啊，就摘。啊，说明该类不可以创建对象。那又发现什么？又发现还有什么呀？还有非静态的方法，非静态方法说明啊，该类应该提供什么？提供静态的返回什么？该类对象的方法啊，而且只有一个啊，只有一个。那么说明 runtime 类啊 runtime 类使用了单例设计模式完成设计的。是这么回事，保证了什么？一个运行时的 Java 程序的对象唯一性，有没有？哎，对象唯一性。好了，大家不用再啰嗦，直接来什么呀？叫做 runtime 二点什么东西呀？ runtime 点盖 runtime， 大家对象就来了。那么接下来有哥们就问了，是吧？说老师，现在我有一个运行时对象了，是吧？那么我该运行谁呢？是不是啊？运行谁呀？可以运行谁都行。那么这里边有谁？你要运行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是个可执行的东西啊？对嘛，所以这边有方法，注意往这看，叫做 exec。
啊，这个词儿吧，其实你们吧并不陌生。这个词儿呢叫做 execute 吧 execute 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叫执行的意思。我理解吧？哎呀，简单到不行啊，你们写得了。execute 明白了吗？这是执行的意思啊。其实你们这个东西吧，你们看我已经看过 N 多年了，你知道吗？说老师，我从来没看过吧？你们是不是见过见过叉叉叉叉点 ESE 文件呀？哎，这 ESE 简称就是它，明白吧？哎，这就是它的简称嘛。OK 了，大家不再废话了啊。说老师，你要执行谁呀？看着，我通过这 runtime 我可以去执行我本地上的一个应用程序。二点不用再废话 ，EIEC 我就来谁啊 ？Notepad 点 EIEC， 这个知道吧？记事本。哎呀，怎么画波浪线了呢 ？Ctrl 一，大家看着啊，添加 throws 声明，用 try catch 环绕，为啥呢？咔一个动，发现它这不异常啊？对，大家我跟你们说一下啊。这个方法吧，它要读是不是读我们本地的一个文件？对，读本地文件，万一不存在怎么办？是不是失败了呀？这个就是什么异常，听懂了吧？这个异常呢是 IO 异常，给大家简单写一下，就是 Ctrl 一，我抛出一下，大家看是异常吧？这个输入输出异常啊。当然了，你不愿意抛这个，抛大个的也可以啊，这随你便，好吧？那么大家，我这写完以后呢，咱们运行一下啊，走你，大家。我说吧，我可以随时去用这个 Java 程序开启我硬盘上的执行文件，明白吧？说老师，还能开点别的吗？可以啊。说我有老师，我有事不明白呢。你这么写就欧了，那照你这么写的话，我 QQ， 哎，给力吧，这个。大家上演了啊！我找你，不能运行 QQ 的程序，是大家？哎，那他俩还有区别吗？大家，我跟你讲吧，凭什么写这儿运行啊？这个连目录都没指定过，对不对？之所以写 Notepad 能运行啊，那是因为哥们当前目录没找着，懂吗？他就去了pass 路径下找去了，还记得吗大家？哎 ，pass 路径下有，这就执行了。而 QQ 有在 pass 路径下吗？没有，所以没执行。现在明白了大家？哎，铁蛋都不行了是吧？说老师，我想这个 QQ 行不？你把它扔在那个路径下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啊？哎，说老师，我那路径就在 C 盘还 ABC 目录下呢。A 盘 A， 哎呀 ，C 盘 A 比记录下来，这么写行不行？这样写是可以的，大家。那这个叫绝对路径。欧了，哎，绝对路径。那有哥们说，老师，那你说行，怎么还画波浪线呢？是吧？大家，这点小屁事吧，不用跟人给磨叽了啊。你知道这里边叫啥东西啊？这是，这个叫转义字符，有没有？他会把 A 转义的，明白了吧？有意义吗？没意义。我就想让他作为目录分个符，怎么办？你把它转一下不就完事了吗？这不就 OK 了吗？明白了吧？哎，好了，这我就不再多说了。我也不想开 QQ， 太麻烦了。我这目录比较深的 ，program fails 那个哈，不信你们试一遍吧，好吧？来一个 notepad， 大家我再手狠点了，好吧 ？notepad 啊，我光写这个就 O 了吗？我当当当，我跟你讲，看着后面我加一空格有没有？我后面跟一文件去啊，说这文件谁呀、啊？这文件，我随便弄一个吧，是吧？这不行，说有没有靠谱来了？复制，我嫌路径太繁琐啊，我放 C 盘下吧，行吧？看着啊，这里边是什么呀？我这里边故意写一个，就是哈哈哈哈哈，行吧？我 C 盘下有一个叫做 runtime demo 点 java， 大家运行一下啊，好吧？啊？哎，
我运行一个程序，用这程序去解析一个文件，明白吧？好了，大家。哎，不是，我得说一下，你匹配懂吗？你不匹配白扯啊！你为什么，老师？我用一个程序，我去解析一个文件，那就废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？说老师，那 A V I 不是解析吗 ？A V I 行啊。暴风影音，懂吗？你只要指定好暴风影音的路径，我跟你讲，你把这往这一写，你把这文件往这一写，你运行，它就能帮你去播放一个电影。明白大家？哎，记住了，以后再看电影就不要再搞的没有用的，咱这程序员是不是写程序啊？是吧？哎，加 C 电影完就加 K， 我跟你说，电影播放很屌的啊！啊，有的时候有点郁闷是吧？满脑坏问话说，老师，那我要是如果双击行不行呢？行啊，那我为什么写程序呢？对吧？就是爽一下嘛，对吧？哎，就爽一下嘛。我跟你讲哈，就这个小东西啊，其实就还好，明白了吧？它呢，如果你需要去调用本地一个程序的时候呢，它能帮你完成，听懂意思吧？哎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然后你看一下啊，我这里边我还写个 Notepad 吧，是吧？ Notepad， 因为有点东西啊，得让你们去聊这个瞧一瞧，是吧？这啥呀？这是？这我做前置，然后来一个看着啊，运个行，大家发现是不是多进程？哎，多进程了是吧？大家看着啊，这个方法吧，没想到返回值叫做 process， 这是进程的意思，代表是本地进程了吧？这些方法啊，这个类抽象的，它没有子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继承不了啊，这对象你无法创建。为啥呢？你只有存在着应用程序，你才能去创建继承，是大家。所以啊，是根据这些应用程序来的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获取这个进程啊，叫做 process， 不会写。哎，跑哪儿了 ？R， 这儿呢啊 ，process， 行了吧 ？P 就等于 R 点 AC 啊。说老师这有啥用呢？看着啊，这个 P 点下面有一堆方法是吧？这些方法当中呢，我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哈。这些方法里边吧，我们不应该全用到，明白吧？不应该全用到。但是有一个方法叫做 destroy， 什么意思啊？杀掉子进程啊。那么杀了谁了？到底 P 点又叫 destroy？ 看着大家注意，高注意看，运行啊。咔一弄，哎，你发现，老师，你那闹派跑哪儿去了，是吧？杀掉了，那我没看见啊，秒杀嘛，不能这么说，对，那被你说我怎么说，是吧？好秒杀有没有啊？说老师我想看怎么办？行啊，我先要运行起来，然后再杀不就完了吗？咋办？对嘛，他就很熟嘛，是吧？来一个叫做 sleep 嘛，有没有？然后我搞五秒嘛，抛个异常嘛，中断异常嘛，是吧？来，大家运行一下啊 ，look 一下啊，看着了吗？看着了吗？看着了吗？看着吗？这儿呢吧？哎，看着啊，什么都不动，五秒以后看到吗？四五，卡，没了，干掉了。哎，然后有哥们就疯了，是吧？说老师，你早讲这个嘛。我来学就学这个的，后面不学了，为啥呀？我都能杀进城了，我还学的个啥，对吧？大家别在这美了哈，就说这个吧，他只能杀，他开启的，对了吧？你不要想说老师，我都给干掉，对吧？记住大家，如果Java能做这件事情的话，他就已经无敌了，明白了吧？哎，好了。这个就是对大家了解的，明白意思吧？我运行个小程序，只是告诉大家呢，这个类啊，它用了单例设计模式啊。去面试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去面试的时候说，你说单例设计模式有没有应用啊？以后你们学数据库有应用的哈，你不学数据库连接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是说 runtime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单例设计的 ，OK。